透过这段影片可以看到，摄梵的真金铜佛像跟坊间喷漆的佛像放在一起，在相同环境下同时使用高温火枪，经过两分钟后，可以明显的看到喷漆的佛像表面已经剥落不堪。圣凡出品的产品不仅庄严又有品质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